同日，北京的机场也汇集了大批粉丝，不过他们是在迎接凭借美剧《吸血鬼日记》在中国走红的保罗·韦斯利。当天，保罗一现身结集大厅，就引起众多女粉丝尖叫连连，众粉丝还一拥而上索要签名。粉丝的热情让保罗本人十分开心，不但脸上始终挂着迷人的笑容，对粉丝们的要求来者不拒。反而是一旁的保镖和工作人员显得十分紧张，面对步步紧跟且热情不减的粉丝们，保罗最后只得在一众保镖的护送下才得以走出航站楼驱车离开。 Sorry guys. Thank you.